中国我说才取方，人怀才不遇。学说要胸怀远大，志在高远，缺了虚怀，鸿鹄之志，城头要飞上天宫云霄，让野心和欲望引领人生方向。学说要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天将将大任与真正的男人。而力争三餐不济，奔走于陋室穷乡，旷世几时把人变成痴人疯子，得道升天，在环境里期盼游荡，在炎夏的南方等待鹰山飞雪，在严寒的北国等待野子从野林里落下，荒废营生，时光如刀，直到头发斑白，恍然大悟，原来一生无欲乞讨，受骗上当。中国的偏虚环境无所不在，鱼群朝着幼儿涌去，鸟儿飞进黎密的罗网。你的境遇就是你的承载，你的承载就是你的才华。什么怀才不遇，如果能不仰人鼻息，把肚子填饱，悔之晚矣。一生郁郁寡欢，穷愁潦倒。